鲜的空气，新鲜的运动，新鲜的姑娘。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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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신선하다，싱싱하다，새롭다。新鲜的空气，新鲜的空气，신선한공기。新鲜的运动，新鲜的运动，새로운운동。新鲜的姑娘，신선한姑娘，신선한막알게된싱싱한아가씨。신선한공기，신선한운동，신선한姑娘。신선한공기，신선한운동，신선한姑娘。신선한공기，신선한운동，新鲜的姑娘。我他妈又毁了，好久没这么轻松了。我他妈又毁了，好久没这么轻松了。我他妈又回来了。자막에서는요두글자를생략해버렸어요。왜냐，얘는약간좀욕이거든요。我又回来了，我又回来了，又또回来，돌아오다。我又回来了，내가또돌아왔다。무엇으로돌아왔냐，총각으로。我又回来了，好久没这么轻松了，好久没这么轻松了，好久오랜만이다。这么이렇게轻松，기분이상쾌하고가벼운느낌。好久没这么轻松了，이런상쾌한기분정말오랜만이야。我他妈又毁了，好久没这么轻松了。我他妈又毁了，好久没这么轻松了。反正我是想明白了，我就是自由之子，这本就该是我的生活。反正我是想明白了，我就是自由之子，这本就该是我的生活。反正，反正어쨌거나，反正어쨌거나어차피。我是想明白了，我是想明白了。想생각하다，明白，明白。가시시비비를정확히알게됐다는거죠。想明白了，생각하고나서시시비비를정확하게판단할수있게됐다。反正我是想明白了，反正我是想明白了，我就是自由之子，我就是自由之子。自由자유之의뭐뭐의啊，子아들。自由之子자유의아들，我就是自由之子，내가바로자유의아들이야。즉나는자유를즐기고자유를사랑하는사람이다라는뜻이되겠죠。我就是自由之子。这本就该是，这本就该是，이거야말로，이거야말로，这本就该是我的生活。我的生活，生活，생활，이거야말로마땅히마땅히있어야할
나의 본연의 삶이다. 这本就该是我的生活。反正我是想明白了，我就是自由之子。这本就该是我的生活。反正我是想明白了，我就是自由之子，这本就该是我的生活。反正我是想明白了，我就是自由之子，这本就该是我的生活。这段时间啊，确实找到了单身的感觉。就是啊，这段时间啊，确实找到了单身的感觉。就是啊，这段时间，这段时间，段，啊，时间的양사가됩니다。时间，시간，这段时间，요즘시간，즉，啊，요새，确实，确实，확실히，啊，확실히，找到了，找到了，찾았다，啊，찾았어，무엇을찾았냐？单身的感觉，单身的感觉，单身 single 啊 ，single 感觉 느낌 啊 ，single 의 느낌을 다시 되찾았다。这段时间确实找到了单身的感觉。요새나는확실히총각의느낌을다시되찾은것같아。就是啊，就是啊，그러게말이야，就是啊。这段时间啊，确实找到了单身的感觉。就是啊，这段时间啊，确实找到了单身的感觉。就是啊，谈了恋爱以后，丁点不打游戏，我就不打游戏；林家不去夜店，你就不去夜店。对呀，谈了恋爱以后。丁点不打游戏，我就不打游戏；林家不去夜店，你就不去夜店。对呀、啊。谈了恋爱以后，谈了恋爱以后，谈恋爱，恋爱有哪谈谈话的难度大，还得谈。谈恋爱하면연애를하다。谈恋爱以后。谈了恋爱以后，연애를하고난이후，丁点儿여자주인공의이름이되겠죠。丁点儿不打游戏，丁点儿不打游戏，游戏유희게임，丁点儿가게임을하지않으니까，我就不打游戏，我就不打游戏，나또한게임을할수없게되고린자린자마찬가지로다른여자주인공의이름이됩니다린자부취예店부취예店예店밤가게죠요밤가게가게점밤을뜻하는야자가됩니다즉밤에오픈하는가게들이있죠예를들면카바레나바나술집이나뭐나이트클럽이나이런것들이런것들을통틀어서예店라고할수가있는겁니다린자부취예店린자가예店에가지않으니까니就부취예店니就부취예店너또한예店에가지않게되는거다对呀对呀，그러게말이야。谈了恋爱以后，丁点儿不打游戏，我就不打游戏。林家不去夜店，你就不去夜店。对呀。谈了恋爱以后，丁点不打游戏，我就不打游戏。林家不去夜店，你就不去夜店。对呀。谈了恋爱以后。丁点不打游戏，我就不打游戏；林家不去夜店，你就不去夜店。对呀、啊，就因为我们是男人，我们就要迁就他们的想法。再说了，就算他们俩今天陪我们来了，就因为我们是男人，我们就要迁就他们的想法。再说了，
就算他们俩今天陪我们来了，就因为단지뭐뭐때문이다뭐때문이냐我们是男人我们是男人우리가남자있기때문에단지우리가남자있기때문에就因为我们是男人我们就要啊우리는뭐뭐해야한다我们就要迁就迁就양보하다迁就양보하다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想法그들의생각을맞추고비유맞추고여러가지로맞추고양보해야한다전제적으로就因为我们是男人我们就要迁就他们的想法단지우리가남자이기때문에우리는그들의생각에맞춰야한다再说了再说了더군다나또있잖아그리고말이야再说了그리고말이야就算就算한발양보한다는거야설사就算설사他们两个他们两个쟤네둘쟤네두사람今天陪我们来了今天陪我们来了오늘우리랑같이온다하더라도陪동반하다모신다그러니까더군다나그리고있잖아그리고말이야설사쟤네들이오늘우리따라온다하더라도再说了就算他们两个今天陪我们来了설사우리따라온다하더라도就因为我们是男人我们就要迁就他们的想法再说就算他们俩今天陪我们来了就因为我们是男人我们就要迁就他们的想法再说就算他们俩今天陪我们来了这些能来吗这些能来吗这些여기서는이것들보다도이런장소가되겠죠这些이런장소能来吗能来吧能来吗올수있겠냐반문이되겠죠这些能来吗这些能来吗男人就是悲催啊不能男人就是悲催啊不能올수없지男人就是悲催呀、啊、男人就是悲催呀、啊、제가알기로는悲催는한국말에원래는당연하다란표현이나중에사람들이당근이지라고고쳐버린것처럼悲催도마찬가지로원래는悲惨비참하다가되니까하는단어가있었는데나중에어쩌다저쩌다보니까이렇게바꿔서표현하는경우가있고이렇게들많이사용하고있습니다그러니까당연하지당연하다를당근이지라고표현하는것과똑같은맥락입니다男人就是悲催呀남자는정말불쌍해不能男人就是悲催呀不能男人就是悲催呀上班当员工下班当老公什么时候才能做回自己呀上班当员工下班当老公什么时候才能做回自己呀뭐가불쌍하냐上班当员工上班当员工上班출근하다출근하면当员工직원으로있고직원이란역할을담당해야하고
下班，下班，퇴근하면，아퇴근하면下班，当老公，当老公，남편역할을해야한다。什么时候，什么时候，언제才能，언제야만이，언제야，做回自己呀，做回自己呀，어내자신으로돌아올수가있겠냐。什么时候才能做回自己呀？언제야내자신으로한번어내자신의역할만충실할수있겠느냐？什么时候才能做一回自己呀？上班当员工，下班当老公，什么时候才能做回自己呀？上班当员工，下班当老公。什么时候才能做回自己呀？今天，今天。今天，今天，오늘。今天，今天，今天。我们俩就这样，几乎同时诞生了。我们俩就这样。几乎同时诞生了。我们俩，我们俩，우리두사람就这样，就这样，이렇게几乎，几乎거의同时，同时，동시에单身了，单身了，싱글로됐다。我们俩就这样。几乎同时单身了。我们俩就这样，几乎同时单身了。我们俩就这样，几乎同时单身了。这恋人之间呢，就是应该多有点自己的空间。这恋人之间呢，就是应该多有点自己的空间。这恋人之间呢，这恋人之间呢，恋人연인啊之间의사이，연인의사이에는，그러니까연인의사이에는，这恋人之间呢，연인사이에는，就是应该마땅히뭐뭐해야한다，就是应该마땅히뭐뭐해야한다，多有点많이가져야한다。多有点自己的空间，自己的空间，자신의그런시간과공간을많이가져야한다고본다。这恋人之间呢，这恋人之间呢，就是应该多有点自己的空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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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点第一次跟你见面的时候说过，我不会做饭，但是我会学煲汤。丁点第一次跟你见面的时候说过，我不会做饭，但是我会学煲汤。丁点儿第一次跟你见面的时候说过，조금전에그말연인사이에는자신만의그런시간과공간을많이남겨놓는것이좋을것같다이런생이런이런생각이그런것이좋다고본다그여자가그렇게얘기했는데두사람이받아서丁点儿第一次跟你见面的时候，丁点儿啊，처음에第一次처음
跟你见面的时候너랑만날때见面만나다丁点儿가처음너랑만날때说过말을한적이있다그러니까연인사이에는자신만의시간과공간을많이남겨놓는것이좋다이런말을丁点儿가말한적이있다이거가되죠丁点儿第一次跟你见面的时候说过是啊是啊그러게我不会做饭我不会做饭做饭밥을하다我不会做饭나는밥을할줄몰라但是그러나但是그러나我会学煲汤我会学煲汤나는배울줄은알아나는배울수는있어煲汤국을만들고찌개만드는거를그러니까나는밥을할줄모르지만은그러나나는국끓이고찌개끓이고그런거를배울수는있어丁点儿第一次跟你见面的时候说过是啊我不会做饭但是我会学煲汤丁点儿第一次跟你见面的时候说过我不会做饭但是我会学煲汤丁点儿第一次跟你见面的时候说过我不会做饭但是我会学煲汤我就想每天煲好汤等我男朋友回家丁点儿也说过我就想每天煲好汤等我男朋友回家丁点儿也说过我就想我就想나는이것만생각한다즉나는이것만하고싶다每天煲好汤每天煲好汤날마다매일찌개를잘끓여서我就想每天煲好汤나는매일찌개국을끓여놓고等我男朋友回家끓여놓고내남자친구가귀가하는거를기다리는거를그것이나의꿈이다난그것만하고싶다丁点儿也说过丁点儿也说过이말丁点儿도말한적이있다我就想每天煲好汤等我男朋友回家丁点儿也说过我就想每天煲好汤等我男朋友回家丁点儿也说过汤汤汤啊这不都泡汤了吗汤汤汤啊这不都泡汤了吗결국은탕呢탕呢찌개는끓여주겠다고하는그찌개는탕呢탕呢찌개는어디갔어这不这不这不이게다都泡汤了吗都泡汤了吗다엉망으로돼버렸잖아결국은다엉망으로돼버렸잖아这不都泡汤了吗这不都泡汤了吗汤汤汤啊这不都泡汤了吗汤汤汤啊这不都泡汤了吗你们这些女孩啊谈恋爱之前就靠这些甜言蜜语把我们给忽悠了哎你们这些女孩啊谈恋爱之前就靠这些甜言蜜语把我们给忽悠了哎你们这些女孩啊你们这些女孩啊니네여자들말이야谈恋爱之前谈恋爱之前연애하기이전에는연애하기전에는就靠就靠这些甜言蜜语这些甜言蜜语이런이런달콤한말로이런달콤한말로把我们把我们우리들을给忽悠了给忽悠了
정신줄을 놓게 했다. 그러니까 니네 여자들은 연애하기 전에는 이런 달콤한 말로 우리들을 정신줄을 놓게 해버렸다. 너네들은 이런 것만 잘한다. 这是你们男孩说的吧？就是，你死死死！这是你们男孩说的吧？就是，你死死死！这是你们男孩说的吧？就是，你死死死！这是你们男孩说的吧？ 그러니까 이거는 니네 남자가 한 얘기가 아니야? 반문이 되겠죠. 이건 니네 남자가 한 얘기가 아니냐? 즉 니네 남자가 달콤한 말로 여자들을 정신줄을 놓게 하는 거 그런 거 아니었어? 就是 맞아. 그러게 말이야. 彼此 남자 여자 결국은 피장파장이네. 彼此，这是你们男孩说的吧？就是，彼此，这你们男孩说的吧？就是，彼此，这你们男孩说的吧？就是，彼此，这你们男孩说的吧？就是，彼此，哎呀。